欢迎收看天气报告。11点的气温是 20.3 度，相对湿度 60%， 紫外线指数是5，强度属于中。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，同时覆盖该区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，今日渐转天晴，天气干燥，吹和缓北至东北风，展望未来数日天晴干燥，明早仍然清凉，新界气温显著较低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。睇下天气概况，受干燥东北季候风影响，未来一两天华南普遍晴朗，早上清凉，日夜温差较大。预料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，该区风势较大。而另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下周初至中期抵达华南地区。最后同大家睇下世界天气。天气报告完。